大家好，我是群环科技负责技术服务事业部的副总王建龙。科技日新月异，近年云端服务在国内厂商喊得震天嘎响，国内的大厂包括宏基、广达、鸿海、华硕，为了要推出各式各样的云端服务而大举招募人才。群环科技与巨匠电脑看到此类领域的人才需求，因此陆续合作推出VMware 中高阶管理课程，以培养国内虚拟化及大型网管人才。除此之外，群环科技亦针对企业的 IT 需求提供一系列的整合服务，以满足各种不同企业的 IT 需求服务。今年市值巨匠电脑25周年庆，在此个人仅代表群环科技祝巨匠电脑生日快乐，业务蒸蒸日上。